是非，是不是？不可能，听完相声心情会好一些。啊，一出门谁踩脚了？哎，算了，我是你也不是存心的。回家瞧瞧孩子，哎，不至于老门子官司。嗯，见着父母还客客气气的，跟媳妇好好过日子。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一个人活得都很浮躁。对，就现在这几千人，闭上眼睛您就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件自己发愁的事情。凡事你看人家这么大的官，我哪边大同学他先做官了，我现在才管着擦厕所，也不易了，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似的，也管着遛个下水道。哎，发愁。哎呀，我们家钱都是五毛一张，你看人家家里边都一块一张的。对，哎呀，人家都开餐模了，我还弄自行车，我什么时候比得上他呀？就别较劲了，是不是？他们家孩子上大学，我儿子枪毙了。哎呀，哎呀，哎呀，犯愁，人人都有这个事儿，这就是人生哦，很正常的事儿。不想开一些，什么事儿哈一乐，过眼云烟。对，别想这么些啊。听相声也是，真有那个咬牙切齿，哎呀，牙都嚼碎了。哦，嘿，相声说的啊，嗯，郭德纲的相声，逢自于先老师，哦，说人家父亲，说人家家里媳妇儿，说什么孩子，说这说那的啊，郭德纲道德败坏，嘿，我是真的有药能治的，真的，啊，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嗯，俩人上了台了，说了相声，那是节目，对，那不是真的，对了，我们跟小品是有区别，小品是直观的，哎，化个妆站着演。你看他演什么你都能接受角色，但我说出来你接受不了哦。人们对相声有歧视，嗯，我要用语言来构造时间地点人物整个的事件，把你带到故事当中来讲，他必须要说，嘿，有一个老大爷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嗯，我怎么说呀，我必须要举例子，哎呀，于老的父亲，嗯啊，老爷子如何如何，你一听哦，就是那个人的事儿，你会跟着我的话，顺着我的路线进入节目当中来，很便捷。我要求就是越快越好，把你带起来。哎，这是我的工作，嗯，这是没有办法。比如我非说一事儿，哎呀，有一家的孩子，这孩子家住在呀云南啊，昆明哪个小区，多少号楼，我街坊王大爷，我您的脑子跟着转就乱了套了。是，不能那样。小品简单，啊，我粘个胡子，我演一老大，嗯，是吧？他你演我孙子，啊，咱还是说相声吧。我们要演小品，好多话你都能说了，那不就不演了？那就啊，演辈儿下来了啊！你还在乎那个？我凭什么不在乎？真的，你演电影、电视剧，在家看电影、电视剧，啊，这管这叫祖宗，大伙都知道啊，这是假的艺术，嗯，那他知道是艺术，叨叨叨叨叨一说的，这都打死了啊，这假的，嗯，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啊，这是假的，嗯，怎么到我这儿就都是真的呢？是不是啊？话又说回来，本家还没不乐意，你管着吗？别话，是不是？有人真抬杠啊，嗯！哎呀，我们还带着孩子呢，嗯，你哪一句话不太适合我们孩子听？列位，需要让孩子适应社会，不能让社会去适应他。嗯，孩子坐公交车上学路上，坐车有俩人骂街，这孩子拒绝去吗？嗯，你让拒绝吗？对不对啊？我因为我见过好多特别有身份的人，来的时候人模狗样的啊，嗯，给他灌半瓶啤酒，呜，坐那胡数啊，胡说八道。真的，列位，高雅不是装，粗的才是装的。我们这么岁数人呐，知道好歹。嗯，话到嘴边我说不出来了，这话不能说了，牙碜了，牙碜了啊，一定是有界限的。嗯，电影骂街骂多邪性，大伙不都看得高兴着呢。嗯，到我们这儿不能说，这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自己恪守我们的底线。对，今天从这么多人问问于老师，嗯，为了艺术我在台上说你，你愿意吗？我跟您说啊，我特别的愿意。说到这份上了，为艺术嘛，你这薛微有点假。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啊，他站在这边，他说我，他也是这样。咱们试试。哎，我呀，好，
你们仇人不少，谁干这事儿？大过年的瞎说啥实话？术业有专攻，哎，是吧？有的演员适合站在外边逗哏，有的演员呢适合站在桌子里面捧哏，对，这是很正常的。那说里边也能站，外边也能站，还那不成郭德纲吗？啊！说着，你说这别搅啊，信吗？谢哥几个，哪听着哥几个？兄弟，还真答应啊！咱们说听相声这姑娘都是汉子，没有这么有男的。过年了，正月初六，初一饺子，初二面，谁放炮呢？啊，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老饼炒鸡蛋，初四也不吃什么，反正吃惯了。初五包饺子剁馅儿，哎，北方叫剁小人，小人坐在屋里包馅儿，弄好了拿刀切，恨谁喊谁名字，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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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高恨呢？我举例子嘛，假的嘛。哦，那您说。但我没有多少馅儿，我累了，腰都奔了。说这个意思啊，这是初六，初六应该是什么啊？初六，初六吃面，初六吃面。哎，因为我儿子今天生日。嗨，啊，那个初七，初七啊，上班了。初八上班了。初七呢？初七就上班了。走吧。你别跟我比啊，我没有班可上，就这样，我这都后半夜的班都是。哦，现在上班呢？哦，上班，这个一直到正月十五，这年就差不多了。正月十五是吃韭菜盒子是吧？啊，正月十五吃韭菜，我再胡说八道，你拦着我行不行？哎，您也得拦得住啊！我看你那意思都爆醋去了，哪儿要吃韭菜的？韭菜盒子没走，吃什么？啊，吃饺子。去你！初五不是吃饺子？我说正月十五。哎呀，对不起，他没吃过。咱呀，还是算算我们家这人吧。哪儿就说的正月十五去了？我一直说正月十五嘛，是吗？你是不是？对吗？正月十五，我有盒子，我心里有。正月十五吃元宵，这别人能忘，你不应该忘。怎么呢？是你想你回家问你父亲去，你父亲一年到头吃元宵。怎么呢？咱们家前门那儿都知道，那胡同那儿是吧？没有，不住那儿。是原来住那儿，早先住，我后来拆了，才搬出来了。他爸爸就是临街那儿，就是那不是前门，和平门那边后铁厂。后铁厂那边，就把店往那边去，都拆了现在。啊，后铁厂七号，他爸爸原来住那儿。啊，有小院，有两间临街的房子，还租出去了。租给那个是哪儿来的小两口，带一孩子，卖元宵，卖外地做小买。啊，小两口带一孩子，没多大，怀抱。就租那儿，现摇元宵，各位都知道啊，都是摇出来的元宵，小糖块，蘸上水，搁笸箩里边。对，啊，往一摇，撒上江米面。哎，一会儿呢就都这么大个儿了。啊，你摇来摇去，方块有糖，摇着就圆了，摇圆了。摇元宵，里边卖生的，里边煮。啊，支上锅，支上炉子，有桌子，几条凳子。啊，还现卖。你要说给我煮一碗，煮多少个，人也卖，卖熟的，小本经营，刨去房钱，三口人混一吃喝，挺好。他父亲租人家，老头没少白吃元宵，净蹭人家去。你看，下午两点钟，他爸爸这个。武术也起来了，那在那看着呢。岁数大，人家男的跟着忙活着，咱俩搁这忙活，急着这抱着孩子怀抱，一岁多，要这元宵大笸箩，对，拿着笸箩，他爸站着看，馋了似的，要死。怎么出来日本话了？不是，摇的这个真细致。哎，是这么句话。摇西，全是日语。哎，大大高飞马斯。哎，我就知道后面那句不对。哎，你妈在？啊，干嘛呢？喊人家，喊人家啊！啊，这女的啊，她给你起了。还是日本人呢？
父亲姓于太君嘛。哎，哪儿有这缺德名字？泰山的泰，我想想，于太君啊，太君先生您起了，非叫太君的是吧？哎，还真白。这是看着元宵呢，还是看人呢？这行吗？卖的行吗？不错，托您的福，挺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啊！哎，煮一碗吃吧。啊，老吃合适吗？行，那吧唧嘴儿的干嘛？人家敷衍，就给煮，快给煮一碗，一碗吧，煮一碗吧。丈夫过来拿着笸箩里边，抓这一大把十来个，嗯，锅也开了，扔锅里吃上了，哇，煮元宵只要一飘来就熟了。对。刚才抱着孩子跟着聊元宵，嗯，孩子一岁多，小孩不说话，嗯，不说话，孩子刚才闹着要解手。你刚才啊，你爸爸来之前，哦，但是呢，孩子不会说，在那儿干着活，整天的哭，也没理他，小孩就憋不住，小孩也憋不住。找你就赖你了。到最后这小孩呢，把灯就拉出来了。真够脏的。哎，就这么点小孩一岁多小孩也就脸就拉这么点。哎，跟您俩好呀。您俩还没盘上呢。就这么一点掉到笸箩里边，掉到笸箩里边就沾上面了。是给这一摇，糖块跟着摇啊，这玩意儿也跟着摇，要摇着一块儿。你想它再小，它也比糖块大啊。摇完了之后，一般元宵这么大个，啊、这个真不是，这比个儿大，个儿大。嗯，这一抓这一把，嗯，把搁在锅里边一块煮了，一会儿功夫就上来了。对，拿勺捞到碗里，放好了筷子，给你爸爸端过来。嗯，你爸端这个。一筷子就把这最大的夹起来了，还不减大的身子。哎呀，这巧克力馅的不甜了。这第二碗呢？就说吃屎不能嚼，你这不嚼，这都是真事儿。又来了，我爱听这个啊！您净说吧，真的爱听。我是说哪些要听？天也不早了啊，住着远的朋友呢，你要走啊，你就走您的，嗯，我还不拦着。你看，不像别的演员，嗯，别的演员可怕观众走了，哦啊，别走，再坐会儿，这刚八点多，别走，啊，八点多就走了，这水平也够粗的，啊，七点半开演，八点多走了啊，观众嘛，说良心话，心里最有秤，是。要是好他真坐着听，要是不好拿枪逼着都不管用，这都没办法，所以演员就很努力，嗯，但是我们也很为难，嗯，说的不好观众骂街，哦，说的好了同行骂街，啊，全骂街呀，只有同行与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哦，卖菜的恨不着郭德纲，没关系，他卖他的菜，对吧，只有说相声的会说相声，啊，舞台也小，市场也小，嗯，你吃的他就没有，嗯，咱们这吃呢，人家只能找元宵来打。别提这个啊，你很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团结，是啊，也只是希望啊，希望，希望你这行业越来越好，对，新年新气象，哎，啊，我相信会好的，嗯啊，我就是相信吧，啊，我也习惯自个儿骗自个儿了，啊，嗯，相声啊。俩人说，嗯，俩人说呢，互相能借着劲儿，好，哦，啊，我说一句，他说一句，嗯，好干。要说书费劲最大了，一个人，一个人这不容易。小时候学说书的时候，先生开玩笑，嗯，那咱们这行啊，嗯，人缘不好，怎么呢？但凡能够再围进一个人来，也不至于自己跟这干。啊，哦，一个人，这是老先生，我是七岁开蒙，哦，先学的评书，评书开蒙，哎，评书可不好干，嗯，一个人说。跟说相声一样，也得下功夫。嗯，也得背啊，背刀枪剑，刀枪剑这扇子。嗯啊，这么拿的。哦，笔，哦，写字，
打开了，树秀没人用啊，那是枪，哦，这就枪，对了，刀，架势，对了，拿吗？这就别学了，从头上到脚下，嗯，眼睛手，嗯，都得下功夫，手眼身法步，这是一回事，嗯。往这边指，先往这边看，嗯，又打这边来两位英雄，哦，从这儿过去，指这儿，他打这儿，嗯，过去，啊，怎么见驾？见皇上，参加，啊，上朝是撩着马呢，身段，啊，骑马，哦，出言不逊，斑斓不回，影思将斑斓点得分身，他，你瞧，好，非常的棒。他上学，嗯，很枯燥，哦，这个玩意儿有什么意思？老学，我小时候学就学这个，嗯，撩着网，嗯，站着。我记得那年夏天，嗯，高先生，哇，咱这高先生，嗯，叫我叔叔，给我弄一被窝，弄好了，就站在院里，哦，打一太阳镜，就这么站着。中午，哎呀，被窝都湿，下功夫，下功夫，就没办法。嗯，说书说相声，嗯，我们讲话这是吃张口饭，哎，全靠这张嘴，嗯，而且除了这个我们还学唱，哦，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嗯，小曲小调，当然了，嗯，有唱歌有唱戏的，哎，这是对个人的爱好来说，柳活呀，啊，捧哏演员也学唱，也学啊，但是捧哏演员唱的不多，对，哎，于老师是例外。说到这儿，你没想到吧？啊，你说你唱走了素呢？他不唱了，他不唱了。哦，不唱也不回来了。退票行吗？你看这事闹的，嗯，我行了，最不爱听的四个走了，剩下都是爱听你的了。谁说的？你看看。本人您说了捧哏演员不没有您太下我这差你不是专业捧哏演员你是影视演员啊于老师在电视剧大侦探里边唱那个国歌唱得特别好唱韶国的国歌是吧他能唱他没事还去啊来一个是吧唱韶国的国歌我还真咱俩一块咱俩一块我就两句主要是听你的啊头句怎么那样你要想起来就拉倒了台湾就忘了这个啊长桥国王真威武是吧啊他就是假王祖啊对好了以后有机会再唱啊想起来复习复习啊让他复习复习啊复习复习但是观众真正想听的想听您唱歌哎又来了哎只能喊破东风啊破东风是东风破是破东风东风破就是唱那个双截轮的周杰棍那个小吧你知道吗来一个来一个就来一个就来一个那怕什么的呀那来一个别唱歌了咱还唱个戏好吧嗯好吧好吧唱个戏不会别的样板戏小皇后啊小皇后嗯我皇后皇上谁朕在此那行了皇后唱完了皇上唱了哎爱妃你先来行还是给老子惯啊今日同饮庆功酒好吧好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百日方长显身手肝胆热血写春秋谢谢各位施主谢谢还是唱得不错我再唱一遍对着吧好吧对我救不了你那好我换几种不同的形式再重新演绎一下哦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肝胆热血血吞
请。